南韩天然美女金泰熙今年一月嫁给歌手任，男生女生的搭配羡煞不少人。根据韩媒报道，目前怀孕七个月的她正和老公在意大利享受胎教旅行，而且男方的爸爸也一同前往，温馨的一家游。虽然欧洲行未得到经纪公司的证实，不过从任昨日在社群网站上的发文可以看出，他的确是在意大利，只是老婆和父亲有没有一起就不得而知了。